在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沃尔沃 XC40 的内饰。它整体的颜色呢，给我一种感觉就是那种北欧非常冷淡的感觉。再看一下它的方向盘，就很适合女孩子这种手比较小，因为它的方向盘会比较的小，而且握起来呢手感也是非常的好的。而且啊，它这个镜子是有一个化妆灯的，这样补妆呢也会非常的方便。它的座椅我坐着呢，我会觉得还比较舒服，而且啊可以多项的调节，并且这样的话也是非常的柔软的，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。而且这里呢是有一个手机的无线充电，我们平常手机没电了可以放在这儿去很快的充一下电。而且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水晶挡把，就看起来很像那种公主的感觉。而且呢还要说一点，就是这个空调的出风口，它啊是这种宝石级别的设计，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小巧，这样调节呢也是很可爱的。这还有一个储物格，但是呢这个储物格其实会有一点小了，如果对我来说的话。那我们现在把座椅调到一个合适的位置，一起去第二排看一下吧。走吧。那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第二排，那我的身高是1.7米，其实前面的腿部空间刚才也是调过了第一排，这样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宽，而且头部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充足。它的座椅呢也是非常的柔软，刚才也在第一排给大家试过了。那么后排依旧是有两个空调的出风口，这样吹起来也很凉快，但是呢它这里有一个凸起来的地台，可能会在中间的这个人就不太方便了。那么我觉得第二排呢还是最好只坐两个人。那今天呢我们看完 XC40 的整体内饰了，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。